我们 Sub Six， 所有人都要动起来，好不好？Yeah.
我们是Upstairs，最近蛮多人感冒了，然后我也刚历劫归来，还好到今天终于有声音了，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在这里，然后大家等一下应该会一直听到我讲话破音。 Sexy baby 应该不行。看你不要那么老粉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前阵子刚发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野兽》。我会唱吗？我会唱，好吧。 Oh,
谢。哎，你们都会唱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敢不要再 sexy baby 了？好，继续下去啊，然后注意一下安全啊，不要受伤，好不好？现在这首歌叫做《不再回来》。Oh!
报告一下，我们下个月要进录音室，然后就是这个年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其实有点困难，但是对，因为我最近那个快要当爸爸，然后稍微有点忙碌这样，对，但是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新歌，对。请大家期待一下我的小孩，没有啊？对，然后新歌会告诉你们 ，emo is not dead，emo 要回来了。好，干你们妈妈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讲 emo 要回来的。好，那大家玩的开心一点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？是一首很开心的歌，叫《痛苦造就我们》。大声唱，用最大的声音一起大声唱，好不好？痛苦啊，痛苦啊，才造就了我们。痛苦啊，痛苦啊。Oh,
我们从接下来开始，一直到十月吧，到九二，差不多十月，我们好像每一周都会有演出，然后会再把资讯放在我们的 IG 或 FB 上面。那如果还想继续看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欢迎你们到现场来跟我们一起玩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叫做 I Can't。Die!
卫宝是谁？我知道有一个团叫卫宝猪了。我们很快跟大家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小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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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谁？你啊！我有想过要让他就是只有两个字这样子，那就卫宝，好像比较酷一点。卫宝，还是到时候来投票一下。卫宝，不是我小孩名字，为什么要让你们投票？好，我们要继续了。这首歌呢叫做《Come On Girl》。放下吧，你可笑的说。
谁啊？没有人要了，那你要啊？没有。